对，有人问说，那你们就是最容那如果当 PK 起来的话，应该会是谁最不容易被灌醉？他，怎么可能？到底是佑还是瑞啊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别这样，你的手指头是专门给另外一个人的，不是对我们的，好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知道吗？过，那我现在没问题。我自己的感受是，其实是我害怕接受，害怕接受他，因为他那个吻其实我是感受得到的，可是。啊，因为我自己的不要对着我讲，对着他讲，然后就直接讲说，就其实你突如其来的那个吻，我是有感受到，可是我无法给你任何的承诺跟我无法照顾你，然后我也无法感受我们之间这个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所以。当你亲我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没有推开你。那我还是继续帮你擦药，因为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去面对你，跟面对我自己的真实的感觉，应该是这样。好感人。就他只能做他可以做，他害怕给予太过承诺的那些东西。所以他也不能回应我，但他也当下是不想把我推开或怎么样。可是反而又给你多了一点的希望，你觉得？我反而觉得我在那场理解到了，反而更痛。因为那是某一种，你现在连回应我都不回应，对。而且一脸就是像在路边春风拂过，就是好像也都没什么事情，冷静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刚刚对，就是没什么，就是就这样子，好继续。挺里面挺酸的。来，那个之前。我吗？我要怎么样？他说我嗑的 CP 发糖了，为什么我这么好看啊？啊？为什么这么好看、啊？我嗑的 CP 发糖了，为什么这么好看呢、啊？好看、啊。我好尴尬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刚刚有点尴尬了。交给你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我嗑的 CP 发糖了，为什么我这么好看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要怎么做啊？这么难？或者是我嗑的 CP 发糖了，好开心啊！我嗑的 CP 发糖了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！啊哈哈哈！耶！我这个人有一说一，真赞。为什么他那么简单？为什么他那么简单？我也会啊！我这个人有一说一，真赞。哈哈哈！我的耳朵突然你被走起了、欸、还是我们来一个枕头大战、等等太麻烦给我打起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有点不舒服好的你可以拿着刮它、啊、哦，那子豪不错吧，还不错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,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,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因为你的生日在马上就要到了，三三一啊，不是你的，10月啊，瑞嘉害羞了啦，害羞了啦，害羞了啦，是你的，我想到是谁，而且是因为那个幸运一直是你的啊，是，许愿来，先许三个愿望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因为今天是因为表嫂她真的30号没有办法，她要拍戏哦，没有，她做她的工作， okay, 所以特别今天一定要来。谢谢，我要哭了，贴心贴心。我还有礼物哎，大家要拆礼物，包装多精美，会不会越拆越小？因为很精美。对。